太棒了！今天来了这两个学校呢，都算是势均力敌了，各有各的专长，各有各的丰功伟业，是的。到底今天谁可以夺得我们今天的冠军？一定很刺激的，今天的比赛。那就拼吧，好不好？好。先介绍你这边的同学，我这边是土城国小的同学。今天先登场的是土城国小田径队的同学，瞬间爆发力超强的他们，对于有时效性的游戏可是很拿手的哦。土城。文林国小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今天第一组强敌正是文林国校体育班的同学们，面对强敌来势汹汹，究竟两校之争谁能胜出呢？VS 今天我们田径专长的土城国小，是的，今天就会非常精彩啦！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关卡，走！超级厨师游戏规则说明：一位主持人与六位队员一字排开，每人手上各拿不同的厨具，由第一位将弹珠运用手中的厨具夹起传递给下一位，依序传递到最后一位，并放入桶中。60秒完成数量较多之队伍可得一分。超级厨师，首先呢。进攻超级厨师的是我们文林国小的同学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派出的队长是郭彦君同学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很好，我想问一下文林国小同学，你们平常啊这一关可以有几个弹珠进到这个桶子里头？报告老师，差不多15个。郭彦君同学，我们做人不可以撒谎，你有跟他们一起练习过吗？我没有。没有。嘉豪大概几个平常？5个或3个。5个或3个，15个。等一下，1分钟哎。嗯。要换一下。所以5个，不要这样啊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请问一下，文林国小同学准备好了吗？好。请倒数。3、2、1，好，秉哲开始。同学非常的棒，他们呢都说实话，刚刚讲说5颗或3颗，我们是说到做到。哦，那刚15颗是？是5分钟的时间，5分钟可以做15颗。数学好好哦，1分钟3颗，5分钟15颗，好厉害啊，快走啊！我们的实力是这样，浮夸。好，来看看，1颗，1颗，2颗。2颗，3颗，所以文林国小恭喜获得3颗的弹珠。希望我们土城国小同学可以继续加油，我们一定会赢你们的。那先比再说吧，哈，攻守交换。OK， 土城国小是派出的是我们的心灵跟他们一起，没错，希望可以帮你们拿下这一分，一定的。我想知道土城国小在没有钟心凌的状况之下，成绩是几颗？4到6颗。那一般来说的话，心凌加进去的话会再打个8折，就差不多剩下。其实你很看得起我哎。
我本来想说打个对折。不要这样子，你是要来帮同学取分的。好，我会加油的。土城国小准备好了没？好。请倒数。3, 2, 1,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计时一分钟哦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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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才我们是几颗？刚才你们是三颗。刚才我们三颗。OK， 土城国小两个。四个。四个。耶！恭喜4-3，土城国小获得一分。暂时领先。我一直领先的。才刚刚开始而已。OK， 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走。翻滚吧汤匙，游戏规则说明。将两只汤匙一前一后并头尾相连的平放在桌上，参赛者需单手拍击前汤匙，连动后汤匙使其翻弹至杯中，限时60秒，看能进几只。两回合成绩较总较多之队伍得一分。翻滚吧汤匙，在这一个关卡，你只要在60秒之内呢，就是比赛的过程中呢，时间内完成5个，你可以获得1分之外呢，你还可以另外获得600元的红包。没错，所以大家好好的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有机会。文林国小派出的是我们的轩怡，还有我们的心宇。好的，我们这边派出的呢是我们的品翰，还有盛翔。OK， 听说我们这边有人想要当烤面包师傅，请举手。为什么想当烤面包师傅？因为成功烤好的时候会很有成就感。平常在家会练习吗？会。哦，那你是网球队，有得过什么名没有？团体教育杯冠军。教育杯冠军，教育杯。那心宇呢，也是网球队吗？不是，我是游泳队。游泳队哦，对，你是游泳队，你皮肤比较白一点。有比赛得过很厉害的名次吗？有，是小运破大会纪录的啊！你是纪录保持人哦、喔，真的還假的？不是我破了，但是还是有第一名的。哦，你破纪录，可是你没有拿第一名就对了。對，那你那次拿第几名？第3名。前3名都破纪录啊？对。那原纪录保持人不是很难过吧？一次被3个人破纪录，非常优秀，很棒哦、喔。我们这边派出的是2位男孩，听说你觉得他非常帅，为什么？你觉得他长得很像谁？郭彦均。郭彦均跟帅并没有画上等号。郭彦均对你这样的话有什么话要说？知己不多啊。你有眼光，你帅，真的帅。他像，比较像我弟弟。比较像艳福。我觉得你也超帅的啊，你不要害羞，我不会给你压力，你靠姐姐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姐姐真的觉得你很帅，你长得很像王阳明哎。他的眼神中充满恐惧。而且我为什么在跟他讲？虽然他从头到尾，从刚刚 stand by 看到我就一直这样。你他一直黏着品翰，他一直黏紧紧的。你是不是想要去文林国小那一队？没有哦，哎呀，为土城得分好不好？好，第一棒请就位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翻滚吧汤匙。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一刚开始怎么努力练习总是进不了。经过我们多次的努力后，我们终于抓到了诀窍。诀窍就是如何调整手的力道大小，让汤匙进入杯子中。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拿到奖金的，加油！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。3, 2, 1
好的，不止可以夺得分数，还可以得到我们额外的奖金哦，同学们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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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进了四杯的土城国小，究竟它能否朝第五杯迈进，获得加码奖学金呢？两个，我这边的红队呢，总共进了六个，而且在六十秒之内超过五只汤匙，来发红包。郭彦均，做得好。郭彦均，棒。太好了，文林国小真的其实成绩也不错了，一点点，有四个，所以呢，第一棒呢是一二四六，六比四，我们的土城国小暂时领先。第二棒，请就位，加油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加油！加油！小在六十秒以内完成了五个，恭喜获得六百元的红包！恭喜！所以呢，我这边三根加上之前六根是九根汤匙。我们刚才呢是四根加上这次的五根，所以也是九根汤匙。所以两边各获得一分。总比数二比一，我们的土城国小暂时领先一分，继续抢分数。OK， 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杯子急转弯，游戏规则说明：参赛者将一颗球放在桌面上，并将高脚杯倒扣，利用离心力原理不断旋转杯子，使球漂浮在杯中，运到远处的玻璃碗内。限时六十秒，看能放进几颗。两回合成绩加总较多之队伍得一分。杯子急转弯。文林国小派出的是香橙，还有我们的安妮。土城国小派出的是宗毅，还有嘉明。香橙很厉害，香橙参加过台北市运动会。拿了三个金牌，三个金牌里面有两个是破纪录的。哇塞，哪三个金牌？五十蝶还有200公尺混合式接力和200公尺自由式接力。好厉害，三面金牌非常厉害。安妮又来了，那你是篮网球队吗？嗯，网球队有得过名吗？有。什么？全国海硕杯双打季军。哇，都是全国冠来，就是冠军、亚军、季军，厉害，非常厉害。嘉明，你很厉害。你得过校外跑步的冠军哦，是几百公尺？两百公尺。校外跑步是什么意思？在是
全台北是比赛吗？还是板桥区？板桥区。哦，板桥区。你两百公尺跑多快？大概272吧。27，非常快。等100公尺跑14秒。那我们今天一样用这个速度，然后来玩这个杯子举重，好吧？好不好？不用了。送。不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棒，请就位。准备好了没？请倒数，3、2、1，没事。算一下，超强的，来看看我们这边红队的有。现在算我们的土城国小，2颗、4颗、6颗、8颗、10颗。它中间还有掉出来一颗，对，放进去杯子挤出来一颗。来看看蓝队有几颗？2个，是的，4个，来，6个，8个，8个。9个啊，差一个。没关系，第一棒哎，第一棒我们落后一颗。是的。待会第二棒还有机会可以追回来，好不好？现在只差一颗哎，第二棒就位。准备好了没？好。请倒数。3、2、1 ，Ready Go。以后可以当快递耶，超强哎！他们两个速度好快哦，来，超快的，好的，我们来看看，你刚刚是10个，10颗，来，那我们直接往上加就好了，好的，来，12、14、16、18、19 ，OK， 好的，第一棒是10个，第二棒是9个，所以你们 total 是19，是的，来看看，我们刚刚9个，我们是9个，好，10、12、14、16，好厉害！18、20、22，哇塞！哇塞！19比22，恭喜文林国小获得一分！好强！总比数2比2，赞成平手，厉害啦！战线归零，从现在重新开始比赛，马上进行下一个关卡。快爽叠叠乐，游戏规则说明。
桌上备有六块长条积木及一双长筷子，参赛者需将积木夹起直立站好，一个接一个的往上堆叠，并停住三秒，60秒内最快完成之队伍胜出。快手连接啦！现在比数非常非常接近，比数非常接近，就是2-2平手。没错，我们派出的是我们的秉哲还有嘉豪，我们派出的是嘉玉还有陈浩。秉哲非常的不错哦，他很喜欢游泳，也喜欢画画，还有种花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几岁啊？你怎么在做老人做的事？就是你怎么那么比较在家里修身养性的感觉？是，你觉得在种花的过程中，你学到什么东西？乐趣在哪里？就是收获的时候很开心。嘉豪听说也是破纪录高手，嗯，专长是游泳，嗯，破了几个纪录？2个。哇塞，是什么样子的纪录？200混接跟200自接。自接是自由式接力，嗯，你现在是破小学纪录嘛？然后现在破国中纪录，然后就高中纪录，然后全国纪录、亚洲纪录、世界纪录啊，然后就去奥运啦，然后就去奥运会啦，破世界纪录。对啊，好，我聊太多了，而且突然觉得他压力好大哦。哎，他胸部很有的肌肉哎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姐姐可以碰一下吗？你游泳的，我拍一下说明。哇塞！他的 hip cam 很厚哎。是哎，是不是因为练蝶式的关系呀？嗯，多多少少胸肌都会变很大这样。像我就是练蝶式才这样。好的，我们这里唯一的女生，对不对？200公尺短跑很厉害的第几名？第二名哦，跑多快？27秒。你女生跑27秒，小学。超快的，就是风一样的女孩啊！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快手叠叠乐，在夹积木的时候需要有平衡感，我们抓到了一点平衡感的诀窍，就是值得夹。希望我们能挑战成功，加油！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加油！现在目前2-2战成平手，请倒数。3-2-1 Go！ 好，记得叠上六根，加油！这一关是比速度的哦。加油！目前战成平手的两队，究竟能否在这关分出高下呢？成国小是的，先取个得点，等一下我们文理国小再好好发挥，好不好？好棒，准备了 ，Let's go！ 准备好了没？好。文理国小加油！请倒数。3-2-1 Go！是同时放上去的，对。可是筷子他们先离开，文林国小的筷子先离开。啊，其实你已经很稳了，你太晚放了。没有关系，至少一点点。嗯，双方
都只有一个人过关，双方同时各得一分。马上进行下一关，一拍即合，游戏规则说明。两位参赛者将瓶盖绑在杯垫上，利用手指的力量翻弹杯垫，使瓶盖弹进杯中，而杯垫需停留在杯口。六十秒内最快完成之队伍胜出。一拍即合。一拍即合，我们派出的是我们的安妮，还有我们的香橙。好的，土城国小派出的是我们的综艺，还有我们的盛翔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只要在五十秒以内完成三个的话呢，我们就会送你600元的红包。是的，五十秒之内哦。Yes. 练习的时候有成功吗？有。花多少时间？5秒。五秒，三个杯子。三个哎。五十秒是5秒的10倍。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前面会讲得很好听，然后后面最后。要不要再给你一次机会？几秒？5秒，真的是5秒！哇哦，5秒就破我们记录了。对呀、啊，哦对，他们是破记录，破到无感了。OK， 我们安妮呢？7秒。7秒。5秒7秒。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几秒？你们俩加起来才12秒哎。10秒左右。哇塞，现在讲大声就是，那你的几秒？跟大家讲。几秒？7秒。我们四个加起来都没有超过60秒，这厉害了。现场起码要4个红包，我们只剩2个。如果你们真的很厉害的话，我跟燕俊哥哥会先走。我们去终极啊，你知道终极吗？就是把红包。好，别闹了，还是要看他们比赛，好不好？第一棒，请就位。加油！各位要注意哦，因为这场比赛很快就结束了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，3、2、1，没事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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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，真的短短的时间，红队就完成三个杯子，蓝队也很厉害，两个杯子完成了。花了26秒的时间。26秒的时间，所以恭喜你获得我们红包一个。暂时领先，暂时。所以他们说的是真的，他们真的速度很快。好，第二棒，预备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，3、2、1，没事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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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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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？你们到底要怎么样？又可以少吗？往前一步，各位观众，我必须说，当我看到他先持得点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制作人翻白眼。你不要想说，那么难的游戏，我们玩了半天都没过，为什么几秒钟就可以过？15秒26就完成了这个比赛了，恭喜你获得600元的红包。双方各有一棒完成，是，所以双方又各得一分了。比数4-4，赞成平手。怎么一直都平手？我就不信下一关你们还会平手。如果你们下一关还会平手，我就请辞了，我不做了。没有啦，如果下一关平手，因为老实说，大家等你这句话很久了。下一关，心手相连，如果再平手。他请辞，然后彦祖来，很好，就毛毛的了。OK， 心手相连 ，Go。心手相连，游戏规则说明：6位队员需排成一横排，手牵手相连，将两个相连的呼啦圈，利用身体投入脚出的方式，从第一位传递到最后一位，来回各一次，花费时间较短之队伍即可得分。心手相连。首先进攻是我们土城国小，你们练习的时候最快几秒？
差不多43秒。43秒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现在目前是4-4平手哦，请牵起你们的友谊之手。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心手相连，请倒数。3、2、1。可以出声音哦，可以沟通哦。对，坐下，上，很好，下，上，上，好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好快哦，下，很快的一对哦。哎，好，不要出来，很好，好，好，回来，回，李安加油，快点，要快点，上，下，速度很快，很棒。下下下下上下，速度很快，很棒哦！下，不要放开，不要放开，上 ，OK， 很好。你们破你们的记录了，绝对破了，曾经42秒98，比你们平常练的速度还快。我相信文林国小，有点压力，OK 的，有压力的，不过 OK 有机会突破的，攻守交换。面对42秒98的压力，文林国小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练习的时候最快几秒？那就不问了。有啊，他们在讲多少？多少多少？56。56。56。我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会帮你们加油的。OK， 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请牵起你们的友谊之手。心手相连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请倒数。3、2、1，哎，究竟文林国小能否超越土城国小的佳绩，成为今天的冠军呢？57秒99，耶！恭喜土城国小再度获得一分，最关键的一分，总比数5-4，恭喜土城国小获得10000元奖学金，恭喜！马上进入我们的金库密码，好，金库密码。土城国小派出的是我们的综艺，你哪一科的分数是最好的？数学，数学，哇，那岂不就要吓死我们了吗？哇塞，我们这里都是数字哦，7个数字而已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金库密码，请出题。金库密码：左七，左一，右九，左五，左二，右八，右三。请在1分钟之内说出正确的号码以及方向，计时开始。第一个号码，左七，左七，往左边转，往左边转，哎呦，往左边转。第二个号码，一，右左一，左一，好，往左边转。第三个号码，右九，
右九，往右边转到九，哦，过了没关系。好，再转，右边转到九。好，第四个号码。左五，好，往左边转到五。第五个号码。左二，往左边转到二。第六个号码。右八，右边转到八。第七个号码。右三。恭喜你！他圆了我的梦想，我没有看过这个打开过。哇塞！原来他是真的可以开的，好强哦你！你知道他花多少时间吗？多少时间？他就只剩一点点的时间而已。他花了59秒20，哎，差一点点。因为他最后的两个非常的笃定，右三的时候他就说右三，他只差了0.8秒就拜拜了。你太厉害了！你终于让我们看到小鸡杯有人把10000块拿走了。恭喜楚山观众获得10000元奖学金，另外金库密码10000元奖学金，总共20000块奖学金。恭喜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瓜哥哥。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按个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。